请1073号贵宾到五号窗口办理业务。都别动！根据现场群众反馈，银行内共有5名持枪劫匪，并携有爆炸物，目前已有人质伤亡，立刻通缉，排爆做准备。快快，你走跟上！是是。我市南海银行突发一起恶性银行抢劫案，据现场目击者反馈，歹徒共有5人，持有枪械和爆炸物，目前已造成至少1名市民死亡，另有多名人质被挟持，警方已经赶赴现场进行处置，请锁定本台关注事件的进一步发展。闭嘴，老实点。大厅清理完毕，地下监控还有2个目标，继续推进。是，加油，晚上见。你说的星耀到底是什么？这我真不知道，只有他说的明白。他是谁？他在哪儿？他这不是不敢来吗？他跟我说那边有一个玩炸弹的。你告诉他，他可以相信警方，我们会保护他的安全。那我试试。谁？你是谁？我来送你一个小礼物。喂，叶子，我需要知道线人最近出入的场所名单。我什么都没说，丁小姐，我真的什么都没说。现在呢？拿起你的手机，打开联系人列表，你知道要找谁，告诉他明天晚上6点带着证据到4维酒吧，会有警察去找他。好了，晚安。我都照做了，我真的不想死，我都照做了。女小姐，你不见过我。我们还需要一个排爆专家。我先生体重已经不管理，救护车在赶到路上，消防员已经过来了。预计此地已经设置了200米外的运管，传报组的信号从1到5处移动，报告工作。一到地下监控外部，正在出入。进入暗区，屏蔽信号。是。听我说。
我叫陆林，南海警队第一排爆手，我有个女儿小佳佳，今天是她13岁生日，我答应过她要回去陪她一块儿庆祝，所以我要请你帮我个忙，我开始后不能有一点点震动，否则我们两个就都完了。佳佳，最后你要准头部重接一击。你有病啊陆佳佳。陆佳佳，今天18岁生日，想到警察局去过是吧？别给我提生日，你知道我最讨厌过生日的。你今天早上干嘛去了？我今天早上去跑了个步。欢迎报考警校，记得按时参加体测。谢谢老师。跑步？对啊，然后顺道吃了个肠粉，遇到了朱山。佳佳，啊，我的手机。陆佳佳，我告诉你。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必须报警，不允许单独行动。你不就是警察吗？我现在不是了，我现在只是你爸，只负责你的安全。等你什么时候有了我这副身体，再去管那帮混混。每一个银行劫匪都是从混混成长起来的。不要送了。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？师哥，我这有个案子，我觉得你会有兴趣。又遇到什么困难了？前几天我的一个线人在自己家被炸死了。这次的作案手法，爆炸物的结构跟5年前一模一样。现在你是唯一一个接触过这种爆炸物的人了。凶手还没找到，所以我需要你。莫云，如果是关于那件事的话，我现在恐怕帮不了你。可是师哥，你不想替师姐报仇吗？佳佳总问我关于凶手的事儿，咱们总不能一直这样瞒着她呀。莫云，不论如何你得帮我瞒住佳佳，对她来说凶手已经死了，我不想让她一直生活在仇恨里。师姐的死不是你的错。好了，不聊这个了，有空找我喝茶。
师哥，你总不能一直拿内疚来惩罚自己。炸弹解除，通讯恢复。有炸弹，所有人撤离。什么情况？你别动，我马上就到。实在来不及了，放心，我能搞定。我马上到，别动。佳佳，你带我来这里干嘛呀？警察怎么说？让我回去等消息。顾客你们好，现在等电话。昨天被我妈揍死了，刚买的新手机。我就说吧，看我的。兄弟，我新得了个手机，一会儿四杯酒吧见哈。这是我的手机吗？你以为呢？你怎么搬到的呀？哎，等等，我还负着伤呢。我觉得叔叔说的对，有事找警察吧。我爸妈都是警察，我身体流淌的是警察的基因，相信我。走。服务员，快点的。再来一杯啤酒。抱歉二位，我们这里不招待围城。我从今天开始就是成年人了。好，那二位看一下需要点些什么。打杯这个。要不咱们还是走吧。听我的，没事。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权接听。佳佳，你为什么把一个积木当项链呀？我就是想留个念想。哎，你干嘛？嗯，有病啊。哎，有病吧你。行了行了。佳佳，哎，要不我们算了吧。佳佳，我看你再往哪跑。你想干嘛呀？我说把我朋友手机交出来。手机可以给你啊，陪我玩两把。佳佳，松开！不好意思啊，几位小兄弟，我女儿年纪还小，如果有得罪的地方，别放心上。你是警察，凶什么？上啊！警察，警察，一个人，喊他！放你！站住！佳佳，密码是红零。哎！站住！哎！手机！手机，不是手机，给你！小偷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混蛋！等一下，杀人犯！哎！哎！陆佳佳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陆佳佳，别打了！
陆佳佳，他跑了。你到底是想帮人还是想打人出气？我要是警察的话就不要你帮了。你根本不知道警察是怎么工作的。我妈要在的话，她一定会支持我的。我妈走了之后，你就像变了一个人。你知道我多想考警校，你就是不让。你根本不理解警察这份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。哼，你理解，你见你自己怎么不让。我希望我是你，如果我是你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坏人逍遥法外，我也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害死我妈。害死你妈的人已经死了，我希望你变成我，放下仇恨，继续生活。你爸刚才跟我说，如果我们赢了这局的话，他可以满足你的愿望。来，你可以好好想想，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日愿望呢？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哎，我是怎么？这里是哪里啊？这人是谁啊？哎，他脱我衣服啊！别打！你怎么打人呢？啊，你先冷静下来，你脑子还不清楚，别激动啊！走开！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你不能走，快回来！还是不错的，只要停止。哎，警察，他现在这个。慢点，慢点。保安，拦住他！别动！接下来这首歌是名叫比阿小熊的网友为自己的妈妈点播的，他留言希望妈妈生日能变成自己，变得年轻又漂亮。真是个可爱的孩子，希望哪天我也能有这样的女儿。老爸，听我解释一下，我刚才头有点晕晕的，现在活动一下好多了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要我跟他单独聊聊，谢谢啊，添麻烦了医生。你谁啊你？你搞什么？你干嘛装成我的样子啊？这，嘘，听我说，小声点，要不他们会以为我们两个都是神经病的。佳佳。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身体互换，灵魂互换，爆炸引起的？难道我的生日愿望实现了？找医生去。我才不要呢，
现在如果去的话，肯定会被他们当精神病抓起来的。而且，这是我的生日礼物。别跟我嬉皮笑脸了，得赶紧想办法换回来。哎，暮云啊，怎么了？想换什么呀？你们俩？暮云，你来了。哎，跟我吵了一架，正发小孩子脾气呢。佳佳，18岁的大姑娘了，还跟爸爸生什么气呢？我是陆离，她才是佳佳。哎、我，脑震荡后遗症还晕着呢。正好有个事儿请教你，关于这次的案子，叶子的鉴定报告出来了，说是汽车自燃导致的油箱爆炸，车里的人正是崔氏制药的二公子崔凯。但我觉得吧，这事儿还是十分可疑，正好问问你们，在现场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。行吧，那你们俩先好好养伤，我先走了啊，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。佳佳，好好的啊。没得商量啊，先换回来再说。看一眼，老陆，看一眼，就一眼，就一眼。什么线索？汽车自燃这件事确实非常可疑。我没让你查这件事情，我让你查的是我们。我们的事情不就是因为汽车爆炸引起的吗？暮云阿姨也说过，汽车自燃很可疑。你不行，我得去查查。陆佳佳，你今天敢出这个门，我就给精神病院打电话，咱俩都进去待着去。你觉得精神病院是会相信一个逻辑清晰、条理缜密的前排报特警的话，还是会相信一个歇斯底里的小疯丫头？嗯？别浪费我时间啊，滚蛋。嘿呦，这回你爸不在了吧？能陪我们玩玩了吗？跑哪儿去了？谢谢光临。哎喂，哎您好，我们这边网坏了，麻烦您尽快过来修一下吧，还有好多桌等着买单呢，平时用的话也是比较差的。哎好，谢谢。两杯酒，这桌子。先生您好，是你们打电话报修说网断了对吧？您是来修网的吗？不像吗？总感觉在哪儿见过你，但就是想不起来了。他们都说我长得像周润发，适合当演员，你觉得呢？行了，别废话了，那边还有一大桌等着买单呢，快点吧。
好。搞定了啊。崔总，就是这个人。这位先生怎么称呼啊？听说你有问题想问我。请问四维酒吧的爆炸案和您的药厂有关对吧？当然有关系，死的人是我弟弟。那您看看这辆车是你们药厂的吧？还有这个女人您认识吗？林小姐，我助理把我们的交易套路给了阿开，他们准备联系警察。你那个手下我去处理，可你弟弟……也只能按你的规矩来了。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这个女人出现在爆炸案现场，而且我调查过，这辆车就是你们药厂的。先生，您在问别人问题之前，是否应该先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呢？我是江慕云警官的师兄，他委托我来协助调查这个案子。哼，原来是熟人啊！哎呀，你早说啊！这车的确是我们厂的，但是上个月被偷了。这人我就不认识了。被偷了？对啊，我们内部也在调查这件事情。这个女人出现在爆炸案现场，我怀疑她就是爆炸案的凶手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件案子查清楚的。那当然太好了，那就拜托您了。不客气，再会。小姐，下回咱们能换种方式见面吗？少废话。我觉得我好像被人盯上了。你管好药就行了，什么时候交货？你也知道阿凯不在了，进度肯定受影响，产品还有一些小瑕疵。给我一个时间点。至少一个月吧，钱得先付。钱的事情不用你操心，我给你15天时间，15天后我必须见到货。当当当当，陆三儿，喜欢自己的新造型吗？陆佳佳，自由不是没有限度的。大人的事情，小朋友少操心。
老陆，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考警校是我毕生的梦想，这件事情你反对无效。我不反对，不去参加就行了。好，那明天我就去找慕云阿姨，我告诉她我要协助破案，重返警队，再次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。陆佳佳，我可以参加体能测试。真的？但我有个条件。太好了，什么条件？那个案子你别碰。没了。嗯。Yes, sir。是这么回事啊？是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看，陆佳佳。是啊，上次改成绩肯定被老师抓了呀，现在找家长啊。他们说什么？没事，闹着玩呢。走吧。佳姐早。佳姐早。佳姐早。怎么的，黑社会啊？你给我听好了啊，每节课下课必须给我出现在校门口，否则别指望我帮你去考警校。变成大人了还没醉。佳佳，你的伤好点了吗？啊，没事。哎，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有点不一样啊？啊？哎，对了，佳佳，明天就是暑假了，你怎么今天还来啊？这么用功吗？嗯，得来啊，这成绩不来，这不就下降了吗？成绩？佳佳，嗯，你座位在这儿啊。对了，最近你没来。隔壁班那小子一直扒在我们班窗户上东张西望的。谁呀？上次你黑进学校系统改成绩，多亏了他帮你放哨，要不然老师早把你爸叫来把你皮都扒了，你还能活到现在？亲生的，真是亲生的。什么亲生的呀？嗯，你被炸傻了？你就这样参加体能测试真的大丈夫？什么体能测试啊？不去。啊，你别啊，当警察不是你的梦想吗？其实有时候我挺羡慕你的，你有梦想有目标，不像我活得憋屈。你成绩不挺好的吗？你憋屈什么？成绩好有什么用啊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干什么。凭什么不让我查？凭我现在的身世，什么人我抓不住。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我去，什么情况？乙醚，一种能让人昏迷的药品。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惹上什么人了？
暮云阿姨怀疑酒吧爆炸案是人为的，我就想查出真正的凶手。你猜怎么着？我还真找着那凶手的照片了，给你看。全没了。佳佳，你看见了吗？越接近真相就越危险。那赶快把他们都抓起来呀。从现在开始，这件事情与你无关。他们今天能弄晕你，明天就能杀掉你。走，跟我回家。走啊。这也不管那也不管。陆佳佳，等你什么时候拿回这副身体再来管我。等一下，我再找找。师哥，你这发型不错呀。佳佳又来了。就是他，还好我有备份。大厅清理完毕，地下金库还有两个目标，继续推进。是。叶子啊，这文件麻烦你帮我拿给管子。好，谢谢啊。这个人，五年前在银行外我见过他，当时他穿着银行职员的衣服。然后呢？后来我们发现，真正的银行经理被套上了歹徒的衣服，跟师姐一起炸死在金库里。这么说，这个人这些年一直逍遥法外。你是知道的呀，所以我才来找你，请你出山，可你拒绝了。害死你妈的人已经死了，放下仇恨，继续生活。陆警官。吃啊。你怎么不吃啊？你不是最喜欢这家店的东西吗？其实我特别佩服你，那个人逍遥法外五年了，你今天居然还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坐在这儿。这五年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这话你跟我妈也说过吧。我妈她现在人在哪儿？我妈走了整整五年了，我眼看着你从一个英雄成了一个懦夫，一个在街上连贼都不敢抓的懦夫。我不想像你那样，我也不会走你的路。
拦不住我的。我不是来阻拦你的，我是来引导你的。跟我走。你看到了什么？你和妈妈。你知道你妈妈当年为什么选择做警察吗？因为可以打击犯罪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保护你所珍视的一切。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。但至少让我为你做好战斗的准备。我本来打算一个人复仇的，现在看起来必须得组队了。穿上排爆服就是这种感觉，排爆的核心全在于稳定。排爆服理论上可以抵御3米外6公斤 TNT 炸弹的威力。谁的胳膊能有那么长啊？那排爆服的意义是什么？它的意义在于，一旦你的排爆任务失败，你的家人能有一具完整的尸体来跟你告别。排爆任务不允许失败，因为任何的失败都是以生命为代价的。再来。有些炸弹是通过遥控引起爆炸，因此我们在排爆之前需要对整个环境进行信号压制。信号一旦压制住后，不仅炸弹的信号会受到影响，排爆手的信号同样会受到压制。没有声音，没有队友，有的只有你的呼吸、心跳和炸弹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一个小型信号追踪器。在4维98，你就是用这个东西找到我的吧？哎，我说老陆，你怎么看我跟看犯人似的？特别的爱，给特别的你。这次让我一个人试试。你不是说过吗？一个排爆手进入了暗区，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。所以这次，我想自己试试。
炸弹，所有人撤离。什么情况？你别动，我马上就到。时间来不及了，放心，我能搞定。我马上到，别动。老陆，老陆，老陆，你怎么了？如果我当时没有屏蔽信号，我就能早一点听到嘉义的求救。可对不起他，这五年来我放不下他。我离开警队也是为了让你远离这一切。五年了，你不是也没忘记吗？不过这次好了，他跑不掉了，我们两个联手一起抓住他好吗？师哥，你一个人带佳佳应该挺辛苦的吧？怎么会呢，佳佳她那么听话。偶尔有那么一点吧。哎，对了，佳佳经常跟我说她特别喜欢你，希望你有时间能多来家里坐坐。好啊。啊，对了，我调查了崔凯，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当年的银行抢劫案，有一名死者叫崔中文，他是崔正和崔凯的父亲。我死去的线人还跟我提到过一种新药。我怀疑崔氏制药和这几起案子之间有联系，我想只有一个人能解释清楚。崔正。不好意思啊，最近公司烦心事实在是太多了，怠慢二位了。崔先生，那个女人分别出现在你父亲和你弟弟的死亡现场，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您是不是有什么事一直瞒着我们呢？这样吧，我带你们看点东西。红林计划，我们公司最机密的研发项目。当年家母不幸得了癌症，家父为了治愈家母的疾病，专门开启了红林项目，用于攻克癌细胞。可惜试验的效果并不理想，配方也不安全，我们所有的投入都打了水漂，家母也因为癌症不治身亡。计划失败，父亲没能救回母亲，但是研发红林的消息传到了国外，有人想购买这种新药，被家父拒绝了。后来就发生了银行案，家父死后，我和阿凯都不想放弃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现在的配方非常完美，我们最近正准备试制第一批药品样本，可是没想到阿凯这个时候又出事了。看来凶手的目标就是红林项目。那这样的话他也很危险。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保护。我有一个好办法。但这是个特别危险的办法。我可以用我安保公司的名义保护崔先生的安全。这相当于把敌人往我们身上引。
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打草惊蛇了，等着他们露出马脚就好了。既然你这么坚持的话，那我们就一起把他救出来吧。哎呀，看到你们为崔某人的事情这么伤心，真是感激不尽。来，他不会，不可能，堂堂的派报队长不会喝酒？已经离队了。那也是曾经的战斗英雄。要不给我来杯牛奶吧。谢谢。陆队长，我一直有个疑问，您好像对5年前的案子特别的伤心。那是因为我妻子也死在了那场爆炸案当中。啊，明白了。那我就祝你早日查明真相，为我们的亲人伸张正义。好。崔先生，那我们继续了。啊，请。你都听到了吧？我觉得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会照顾好他们，你管好红林就行了。可是这些警察，混账！陆佳佳，问你个事儿呗。什么事儿啊？上次那个给你改分数打掩护的男生谁啊？好兄弟啊。好兄弟啊，那下次喊你这个好兄弟来家里吃个饭。好啊，那到时候我把慕云阿姨也一起叫来，怎么样？这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，我查一下。这个信号源就在厂门口。哎，陆佳佳，陆佳佳，站住！喂，慕云，目标出现。佳佳，喂，老陆，你包里的 U 盘哪来的？ U 盘？我找到他老巢了，这儿有个东西，跟你 U 盘上的符号一模一样。密码是红铃。上次去四维酒吧，有一个人给我的，
崔凯，崔凯，误认为我是来接头的警察。这东西有密码吗？红铃，红铃计划的红铃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喂，佳佳，你听到吗？喂，你能安全吗？喂。现在有个很棘手的问题。不会有问题的，他们已经进去了，我估计很快他们就会去城北码头，一切都在我的。他们拿到了 U 盘。什么 U 盘？崔凯的实验记录。不用说了，我还留了一个小礼物在现场。师哥，人跑了，电脑也毁了，不过我手机里可能有些线索，进去看看。检查硬盘，看能不能恢复。是。我还是失败了，最后一个动物实验对象也出现了器官衰竭，实验对象在观测期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攻击性。江队，看这个。这是城北码头。他疯了，他居然找人正常审查红铃，我不能直接露脸。我可跟他们都已经说好了，给你马上就会入境取货。你知道他的。糟了。通知各部门，今晚城北码头。是。墨云，墨云，墨云，墨云阿姨，喂。哎呦，罗队长，您的运气真是好啊，居然还能接电话。怎么是你？佳佳呢？你女儿啊？你女儿当然很好。不过七点以后就不好说了。城南旧仓库，您自己来换您的女儿。哦，对了，陆队长，如果你想见到你的女儿平平安安的话，自己一个人过来，嘴巴严一点。陆叔叔，你怎么了？陆叔叔，我是来找佳佳的，今天警校体能测试，佳佳没有去，打电话也不接，我找不到她。叔叔，你们都说女孩子做警察太危险了，但是我觉得在自卫酒吧那天，佳佳才是最像警察的那个人。
这是他的幸运符，可以给他带来好运，请你帮我交给他。速度都再加快一点，崔总，这样的话，成品就更不稳定了。是崔凯不在，你们都不会干事了，是吧？立刻前往城北码头实施抓捕行动。快去检查一下。是。你怎么一个人进来了？崔成威胁要杀你，要我一个人来。喏，电路短路，物理课上学过的。这是圈套，他们要的是我们的命。炸弹不解除，我走不了，快报警吧。丁爷，刚才总来调查了。跟我来。是。电话没信号。这怎么办呀？陆佳佳，记住你的训练。知道我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？是你妈妈，在她身处危险的时候，我没能陪在她的身边。
他们有枪，不反抗的话我们都会死在这儿，必须冲出去报警。我跟着你。住手！他和你老婆长得真像，都很美。你还敢提他？他是我杀的，你开枪吧。他明明可以走，却没有走。那帮亡命之徒眼里只有钱，根本不知道
那次行动的真正目标是崔中文。原本要去立遗嘱的崔中文，死的就像是一场意外。别开枪！别开枪！注意点！我给我老实点！走。放着。我的目的达成后，剩下人的价值就是帮我制造一个脱身的借口。我马上就到，时间来不及了。放心，我能搞定。我马上到，别走。他面前明明是个罪犯，可他却愿意豁出性命去救他。因为他是警察，警察的职责不是复仇，不是杀戮，而是守护。守护每一个重要的人。你们带这个快走，再晚人就跑了。你和他们不是一伙的吗？我才不会为那种杀父小人卖命。五年前，崔正想把新药卖给少帮主，却被崔中文拒绝了。我不明白。我听说你手上有个红灵计划。崔中文因为这件事儿想剥夺崔正的继承权，崔正就请少帮主让我杀了他父亲。我这条命是少帮主给的，现在这条命我还清了。通知江慕云吧。他各小组注意，撤离城北码头，二大队即刻前往城南仓库抓捕丁乙，其余人员立刻前往崔氏制药。您还没穿无菌服呢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subscribe, you dialed. 崔正。我们有事情要和崔老板单独谈谈。靠得住的。你手里的新药根本就没有研发成功，五年前你父亲就拒绝了少帮主的要求，中断了研发。我真不懂你们的脑子里面在想什么。技术是没有错的，不能因为一点点的副作用就中断一项伟大的发明吧。所以
你爸爸就死在了银行劫案当中，而你撇清了所有的关系，继承了公司的遗产，让你弟弟崔凯继续研发。崔凯发现新药有问题，想找警方报警，你就让丁一杀了他。崔凯误认为我们是来接头的警察，所以证据落在了我们的手里。你杀了你亲爹，又杀了你亲弟弟，你还是不是人呢？我不是。我不是人，没我这家公司早就垮了。红莲的事情怎么能随便跟别人说？爸，红莲计划要是成了，咱公司就盈利了。利利利，你眼睛里就只有利？你学学你弟弟，就不能静下心来钻研技术吗？爸，可是不要说了，公司难关很快就会渡过去，不用你管了。不要我管了？这都是为了你好，回家待着吧。爸，我可为公司付出了这么多。拉帮结派，满脑子想些乱七八糟的，这不叫付出啊。回去好好反思。滚！我牺牲了我的青春，牺牲了我的尊严，我就想听你对我说一句谢谢。可是你的眼里只有那个会读死书的弟弟。弟弟好啊，你有你的选择，我也有我的权利。我还不能杀他了。没有抛弃过你，这是他的遗嘱，他心中真正的继承人是你。骗子，遗嘱早让丁一给烧了。
为什么继承人是我？我也恨过我爸，他又唠叨又固执，而且他好像永远不知道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可是不论我做什么怎么做，到最后他都会选择支持我，包容我，因为我知道他爱死老头子。木鱼阿姨，佳佳，可算是醒了。木鱼阿姨，我爸，你爸没事儿，医生说他问题不大。阿姨，你脸上的伤。阿姨也没事儿。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你们俩，还有崔正从废墟里头救出来，但是丁一还在逃跑。不过你放心。我不会再让他从我手上溜走了。阿姨，这也不怪你。不，要不是当初我把他从金库里头救出来，也不至于害你们受这么多罪。我可咽不下这口气。啊，他不是在里面装死吗？救救我，救救我，快人质出去。是，他们互相残杀，好可怕，我不想死。走，跟我走。炸弹解除，通讯恢复。有炸弹，所有人撤离。什么情况？你别动，我马上就到。时间来不及了。放心，我能搞定。我马上到，别动。丁小姐，
辛苦了。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。下车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还说你能搞定？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你怎么知道定义在哪儿？特别的还给特别的你老爸。